80%，80%有点夸张了吧？可能60-70%，就老公去上班，去出去了，一到家往上一坐，去给我拿着，去给我拿呢，去给我拿着，哪怕有一根头发呢，就给我扔了，也帮我扔了，谢谢，不动了，怎么了？一到家的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全靠女人，小气哈、啊，那种小气跟你说小气那是不一样的，知道亲们？小气分很多种。这东西那说哈，你也不理解。等你们哪天你到日本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到底日本男人真的，表面都对你靠靠靠靠了，他们养不熟，不一心。啊，对自己父母都不养，上不养父母，下不养儿子，他能对你有真心吗？亲们，对你有真爱吧？你在日本谈感情，你都输彻底了，感情没有爱。来亲哈，我们发个福袋啊，抢一抢啊，亲们！人来咱们直播有没有今天新人啊？扣一亲们，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刷我直播间的人们？还是都老粉儿，点个一啊，亲们！啊，有没有新粉儿？今天就是第一次人儿啊？有没有哈，亲们？今天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人扣一，我看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全老粉儿啊，全是看过我的人啊，都关注了。啊，幽默美第幽默美第一次哈，哎，幸福也是，爱呀笑眼泪也是。我和老公啊，日本都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跟你刚才说的，日本人活得很潇洒，很自私哈，咱中国不一样，咱中国父母能够点关都是一样。参加福袋亲，能发福袋啊，这边没有发福袋的话抢福袋亲啊们，咱们把福袋抢一抢啊，这边拿起咱们发财小手去抢福袋啊，我先讲讲一会儿。啊，把那个把福袋抢了。啊，日本呢？对呀、啊，日本不养父母，不养孩子，就自己过各自的。你说他对谁有感情？你跟我说，基本自己父母生自己父母一年不回家看一次呢，自己父母死到家里了，好几个月都臭了都不知道。一年不打几次电话呢，对不对？逢年过节不愿回家。日本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国家，都听说过没？老人都自己养自己，嗯，日本60-70还上班了，70-80还上班呢，不养孩子，孩子怎么长大呀？养到18呀，就不养了，成年嘛，出去了，上学，半工半读，自己打工养活自己，对不对？自己出去租房子，你愿意结你就结。不愿意结你就不结，你愿意生你就生，不愿意生你就不生，喜欢生生仨就生仨，喜欢生五生五个，你生几个你自己带几个。阿姐们，你说你不愿意一辈子结，就是没有钱结不起婚不想结的，那你不结吧？啊，你说你喜欢生孩子生吧，你生仨你自己带，生四个你自己带，生五个你自己带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我没有钱呢，生孩子太多了，买不起房子，你给我拿钱吗？没有义务。你愿意租，你有能力你就买房子，没有能力你就租出租屋，死到出租屋里跟我啥关系啊？等我死了的房子会给你，但我活的时候的房子没让你住，知道亲们？谁说哈、啊？父母话又不养老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们出去了嘛，18-19都搬走了，跟父母不在一块儿，所以他们父母也不养老，所以日本上不养老下不养小嘛，把你让成年养大不管你了。那么不好啊，他这是唯一这分地方分人吧，不好他，但是有自己养老啊，对不对啊？他关键不靠孩子养他呀，你看他老的时候，日本人70岁以上，日本人能活吗？不是，日本人能活的话，日本是从多大，日本是从70岁吧，你假如有病的话，你100块钱你拿10块都可以，100块钱你花10块，而且他所有的那种，不管任何那个里边的算的都全报销的是啊，知道吧？而且日本小孩看病也不要钱，1岁到18，啊，0到1岁的话1分钱不花，1岁到18岁之间的话是花500日元，啊，不管你什么病啊，不管啥住院的，不管啥，啊，就是花500日元，和咱家25块钱，啊，每个月上学有保险，哎，每我有鼻炎。啊，来日本时间长10年以上的话都会有，因为日本它是森林面积太多了，70%，花粉过敏，时间长都会得。然后
那个还有啥说哪儿了，说生孩子，你生孩子的话也给你补助，都有，不管你外国人中国人，只要不管哪儿的人，只要生孩子一个人给你42万日元，你顺产的话就20多万块钱，所以你顺产生孩子还挣的哈，咱没有本人挣哈，我倒贴8万，我活生养他能剖腹产花了50个 W， 等于拿了拿了8个 W， 然后孩子每个月有奶粉钱，奶粉的话一个月以前原来2.5万吧一个月，现在变15000了吧，好像在大点儿没有了，好像幼儿园到小学到都没有了，奶粉钱，对不对啊？他也没有托熟人不找关系，没有人情关系，对不对啊？就各自关着门，各自住各自的，也没有嚼舌根的呀。他家呀哇，这个老头啊找了一个呀年轻小姑娘，哎，这个女个儿得找一个个大高个儿，人家不嚼舌根哈，没有嚼舌根的。你门一关哈，谁不跟谁联，谁不跟谁联系哈，谁不跟来往。出去聚会的话，打电话预约。你有没有时间？有时间的话，咱们再开个关检见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就父母来你家也是一样的呀，对不对？父母想来你家打个电话哦，我再过一个星期要去，能不能去你家？他说可以，你才能来；说不可以就不能来了，知道吧，亲们？干啥都打电话预约，剪头、看病，你去干啥都要打电话的，提前打电话哈，约好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反正你刚开始你不适应，来日本时间长的话，你在日本待够4年，你都回不去了。你在日本待个4-5年，你都回不去了，特别女人，你更回不去了，真的。所以你跟说这不好那不好，你在日本待时间长的话，你都不适应了哈。着急的，回国你都不适应了，好多事儿。对，没有人情世故，也不用托熟人，不用找关系，也不存在是。你看，你就一个就是看去孩子去医院，你去看病，那院长都给你跪那儿服务，人家不存在，人家就顾客就上帝哈，就往让你跪那儿服务。主要日本的服务挺好的，真的。你来到日本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来过日本旅游了没有哈？你来日本能感到真正你是上帝，真的，他会把你，就像你不知道路啊。就是你遇到什么事儿啊，你找陌生人他都会帮你，就是你就是你日语不懂，你再比划，人家都给领着你的。你再比如你在哪里，嚓也给你指到那边了，对不对啊？指不着再找人家路，一问路的话都嘎你啊那边儿，对不对啊？好心人给你指的路，不好心那不想理你的人，我不知道。那日本不是啊，日本人是你说不知道，给你领到地方，给你送到那儿，送到根儿。真的，你要觉得我在夸张的话，你来到日本就知道了。你只要问东西，包括你去超市买东西，你说这东西不知道怎么找，他给你领到那个地方，给你领到超市你要买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要找东西的话，你查可清楚了。这儿服务挺好的，你要带孩子，下雨带孩子，你没有拿伞，那有个老头把伞都给你了，自己不用，把伞给你了。他们对陌生人特别好，都好像对自己家人不好。对陌生人会很好，很友好，看很热情，但是哈，对自己家人哈，都在外边装一天了哈，回到家了我干嘛还装啊，对不对啊？在日本早上好，参加福袋啊，你们福袋啊，参加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说，他最重要的话哈，未来在日本待时间长，不愿意走了。日本没有假货，啊，没有假东西，食品安全。你看我们家吃饭是不是都是半成品？都见没？在中国，咱们国内叫预制菜。你在日本全这都几乎都是预制菜，就是预制饭。那青菜，你带孩子生好几个孩子，没有时间做饭怎么办？啊，然后你就把那菜都切好了，切好洗好了，你又拿出来不会拿了，亲们，是个人都会拿出来，把饭拿出来，把青菜拿出来，就往里一怼，放酱，就这种吃了，对不对啊？你那菜你都不用，那鱼你都不用放盐啥，不用放盐，你就烤一下，你别烤吗？就像我们家饭，都这样吃的，日本的不是我们家这样吃，都这样吃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狠活，没有黑科技的，所以哇，日本能活到80多，80多，80多还是这样的，还没有这样的，少了很。咱国内好多人左手六右手七，是不是？日本少，你看日本出去大街上，胖人很少很少的，也有，你这100人里面找不到一个，那男人咱们国内那到50-60。你看我妈他们年龄，肚子我爸我他们肚子都扛多远，都有肚子。你在日本的话，男人女人肚子很小，都几乎没有，为啥？
吃的清淡呢，还少啊，一个小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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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赵军，你那个长寿期那是自己能生活自理，自己能养活自己，那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日本80多上班的人有吗？咱国内少得很吧？那年还爷爷83的上班了，开出开高速公路，自己从去大阪开到那个哪儿，从开到东京，就当于从河南开到北京，比北京还远呢。你能吗？一个老头上高速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能是有的是你们不服哈、啊。等你们哪天来到日本以后，你问他们年龄，在干活人问他们年龄，你会吓一跳，你才会真的服。